快的。嗯，可以。加快的。可以，没关系。这个是洗发水吧？啊。哦。昨天自己就洗过头的，前天洗的。哦，昨天晚上肯定是要洗头的，因为这个洗干净的话很便宜。洗肯定要洗的。啊。我说洗肯定要洗。对。以前头发是黑的吧？你去染它干嘛？我真的挺黑的，其实。对啊。啊。其实这种黑就没光泽了，你看。啊。可以上水。像以前我做这一行，他们说不好，我还是按照自己去做，无所谓。这个是啊，世界无奇之道，哎呀，无奇不有。这有什么？只是觉得自己喜欢就可以了。才二十分钟的呀？对啊，二十分钟会自动，待会儿它。二十分钟满了，可以接着用，再去核实就可以。我不要，怎么会这样？能这样搞吗？我也不知道这个。不行的，你二十分钟没了就没了。
原来还有下次可以，然后按了就可以。你这洗头洗得太久了，等下洗点头那个。可以了吧？不够了。可以了。发布了的吧？你忘记了吗？昨晚上，你说敢不敢剃光头？这句话是你发的吧？我就说这样说嘛。嗯。哎，有人说你敢，有人说你不敢，对吧？我留意过的。你别动。尤其要吃，不要染头发比较好。啊？我不要染头发比较好哦。